你瞧他这理由编的，去医院送饭，他要编也得编个能让人相信的吧？还有，一杯咖啡他都要跟我 AA， 你说我又不是付不起那钱，这不埋汰人了吗？哎，你有没有觉得这薛晶晶有点忒敏感、忒自闭了？我跟他说什么，他都是觉得我在讽刺他。他好像是有点自闭，估计是小地方来城里上大学落下的病。嗯，什么事儿吧，就怕别人看不起他。 没事儿就愿意装个小清新，弄双白球鞋，弄得自己好像多特殊似的。我觉得他那身倒还行。哼，对，就是骗你这种傻男人。得了吧你，当初你怎么被人家骗上的呀？不就是看人穿着白球鞋了吗？哎，我那是阴沟里翻船，我看他以为他老实呢，谁知道内心极其险恶，简直就是个骗子。那你连骗子挑肥拣瘦的。 哎哥，嗯，你说我今儿都这么主动了，他怎么就无动于衷呢？要么吧，是他欲擒故纵；要么呢，就是你太次，人没看上你。<笑>哎哎，别了，你说这两点哪点可能性更大呀？反正我当初吧，跟薛晶晶相亲的时候，一眼就看上我了。去，我还比你年轻呢，他凭什么看不上我呀？ 我就不信我搞不定他。别说我了，你那女神你搞定了？你没事没看见，她面前这尊神，那哪是地呀、啊？简直就是祖宗！哎，你知道你的核心问题在哪儿吗？哪儿啊？就这尊神呀、啊，追女孩同时，你得学会搞定她周边的环境。嗯，要不你也穿双白球鞋？嗯，哎。 我长得不清新吗？是不太清新。什么人呢你们俩？谭总让你一个人把这些都做完啊？哦，对，看你昨天休息不是很好。谢谢。 要不然我去跟谭总说说，让你今天早点回去，把这些都带回家做吧。哦，不用不用，没关系，我可以的。嗯，核酸完成本给我。好的。怎么不带我送你那幅啊？那幅好看。对了，累的话收拾好了，早点回去吧。晚点我让司机去你的工业楼小区，好好打扮一下。 穿那件我送你的深V的连衣裙，很性感，我喜欢。哎，谭总，那个依然才刚来，对公司流程也不是很熟悉，要不然不多做的话，永远都不会熟悉。 没关系，我可以的，你去忙你的吧。嗯。你好，请问谭总在家吗？有什么事儿吗？这是谭总的身份证，公司的年审结束了，麻烦你把这个交给谭总。好，你进来坐会儿吧，你。不了，我还有事呢，谢谢啊。没事。 平时怎么也不出去玩一下啊？每天好多的事儿要做，你以为管理企业很容易啊？忙，忙都是借口。那我爸原来还忙呢，他跟他那些老同学、老战友都关系好得很，你就像个植物人。我像植物人？可不是吗？虽然现在这里是你家，可你一点存在感都没有。 平时做什么都是安安静静的，也不说话。看个电影，一个姿势能好几个小时都不换一下。有时候不是看到你在眨眼睛，我还以为你没心跳了呢。有那么夸张吗？当然有了。
你说咱们也没差多少岁，你怎么跟个老爷爷一样？只要你少给我添点麻烦，我想我能快乐起来。我才没给你添麻烦呢，我能帮你，别的我不能打保票，但是让你快乐这事儿没问题。来来来，说吧，找我什么事儿啊？少宇快过生日了，我看他平时也挺孤独，没什么朋友，想弄个生日 party， 你们都过来，让他高兴一下。我也比较好意思住在人家家嘛。行啊，挺有心啊，连少宇生日都知道了，我都不知道。看一下啊。回来吃饭吗？谁啊？哎，那什么，我奶奶。你奶奶多大人了，还没断奶呢。你现在喝奶呢？奶茶。事儿呢，就是这么个事儿。人少宇过生日，去不去？你们商量吧。要我说吧，咱别去了吧。咱跟少宇不是一路人。咱们骑自行车，人家开兰博基尼；咱们吃烤串，人家吃鲍鱼。咱干20年都买不起人家一厕所。咱就这么过去了，人以为咱巴结他呢。你说你也不争气，本来你是咱们班唯一能跟他抗衡的，你就跟你爸闹僵了。我说你怎么老是灭自己人威风，长他人志气啊？你怎么知道我们奋斗20年就买不起兰博基尼？你怎么知道天乐哥靠自己就没法跟他抗衡啊？你知道为什么咱们显得失败吗？为什么呀？就是因为世界上有谭少宇这种人。哎，你看。这窝囊劲儿又上来了，其实我怎么说你天天的。行了，都别争了啊。我是觉着呢，谭少宇吧，性格一直很孤僻，现在搬一大房子里也没人理没人找的，挺可怜的。那是你赶上了，这都晚上多少姑娘削尖脑袋想往里钻。哎呀，行了，既然天乐哥都这么说了，那咱还是就去吧。不过咱仨大光棍去是不是有点寒碜呀？这要是能带个姑娘，是不是就好点儿？哎，咱们仨里边可就你女人缘最好了。对，这面子咱可不能丢，交给你了。成，那我想想办法。你没事带我来这儿干什么呀？买衣服。给我买衣服？对，我看你平时上班挺辛苦的，而你上班不得有点好衣服呀，是吧？哎，到了，就这儿去。哎，来来，我给你比划比划，看看啊。哎，你别说，这条还真行，喜欢吗？喜欢吧？哎，那个服务员，等会儿。买之前你得告诉我，你为什么要送我这条裙子？没为什么，我就是想送你条裙子。不可能，你从来都没有对我这么殷勤过。说实话，我不怪你。哼，那个是这样的啊，我有一哥们呢，过生日，我答应人家呢，说要带一美女去。你说我身边哪有什么美女啊？就想请你帮个忙，参加我这哥们的生日派对。这忙我还真帮不了你。这么简单不可能。哎，别，你看这衣服我买给你当一个礼物，就帮我这一次，就这一次行不行？我真的帮不了你，你还去找别人吧。这条裙子我也不能收，拿人手短，我走了。哎，不是那什么，依然，这事儿一点商量没有吗？哎，来，你坐下。哎，我跟你说那事儿，你考虑怎么样了？你就别磨我了，我真的不能去。再说了，你那些朋友都不认识，去了怪尴尬的。这事儿我真帮不了你了。怎么会不认识呢？哎，磊磊你认识吧？就我自行车店那小伙子爱宝，我跟你说过800遍了吧？我大学同学。哎，过生日这人你肯定认识，谭少宇，就是你们公司最大那领导。上次我还说你需要的话，我帮你打个电话，帮你关照关照那人。你看啊，
多好一机会啊！我带你去，你正好正面的认识一下人家，以后在单位呢有什么事儿，就好照应啊，是不是？再者说了，我这都答应人家了，我要带不去一个美女级别的人，我多没面子呀！啊？你真的答应人家了？真答应了。那行吧，就这一次啊。对了，这衣服啊，我自己做主，就给你买回来了。来，收下啊！下不为例，下不为例啊！挺好，那就走了啊！哎，天乐，嗯，我想了想，我是以什么身份去啊？什么身份？当然是我朋友了。你觉得我拿得出手吗？你看，何止是拿得出手，太拿得出手了！你这就叫艳惊四座呀！那这一次你就把我当成你的女朋友吧。啊？你这什么女？在聚会上，让你的朋友认为我是你的女朋友。这不合适吧？这。嗯，那行，你要觉得不合适就算了，我就是一想法。哎，不，那个合适，想法不错。那个，我就是怕你这想法，你自个儿受委屈嘛，是吧？我这一直都麻烦你，你好不容易让我帮你一次，那索性就帮到底呗，你不用有心理负担。明白了，恶作剧是吧？哎，想也挺好的，这李爱宝啊傻，骗骗他，看看他什么反应。哎，估计那谁也行啊。啊，这地儿太爽了！哎，买的什么呀？小看过，你看坏了。什么玩意儿？看了多少钱？下血本啊！你这是？嗯。不是好久没见了，哎，哎，给你们介绍一下啊，这位是依然，不是，你哪儿找的？什么哪儿找的？住我家的。住哪儿？我家。我是天乐的女朋友，你们好。哎，你看，哎，你藏得挺深的你啊。走了。哎。怎么样，哥们儿长脸吧？啊！哎，少宇哥，你好，雷雷，是客。哎，谢谢，破费了。没事，大富豪。干嘛呀？还留胡子，这么沧桑，挺帅的啊。还流行吗？天乐呢？哎，天乐，哎，这儿，走，参观一下。我朋友比较内向啊，来呀，少宇。哎，少爷，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是我女朋友依然，这是我大学同学少宇。哎，忘了跟你说了啊，依然现在在你们公司上班呢，算是你们公司的员工。你看，别老板着个脸呀、啊。是没跟你说，因为依然说了不让我告诉你，说怕有走后门的嫌疑，就没跟你说。你好，我也让你见见我女朋友，她要睡懒觉呢，我去叫她。啊，不是，
你女朋友不？哎，走啊！啊，怎么了？不舒服啊？没事，刚开始有点累啊。走走走走。哎，你那个什么？小点声，外面有客人。关我什么事？都你客人，有毛病吗你？客人你找来的。哎，这谢姐，我靠，哎，你生日呀？我怎么睡过了我？现在呢，乖乖的把它穿上，出去好好的当我女朋友，你听懂了？我凭什么呀我？什么都不凭。你也可以拒绝，但立马从这搬出去吧，反正自己捅的娄子自己收呗。别呀，多委屈啊！凭什么呀？来，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来吧，别不好意思，这些都是我的好朋友，蕾蕾、爱宝、天乐，还有天乐的女朋友依然，这是我的女朋友梅拉尼。我说你这下手够快的呀。梅拉尼特别可爱，她家里的酒店业做得特别大，本来可以坐享其成的，当个芭比娃娃什么都不做，但自己就是闲不住，一定要自己创业，特别独立。这是我喜欢她的原因，不像现在有些女孩子，什么都不做，只靠男人。怎么了？今天这么文静，也不说点什么？嗯，大家没东西吃，准备点东西。对对对，那弄点啊，喝的什么的。那个，我去帮个忙，帮个忙啊。少宇哥可以呀。怎么了？这绝对是门当户对、郎才女貌、金童玉女啊！行啊，发展速度够快的呀！你也不慢呢。我是为你好啊，谈恋爱这种事儿你得慎重。像你这种感情比较单纯、大小脑都不太发达的，找个好的还行，找个不好的，有你好受的。说谁呢？谁大小脑不发达了？我告诉你，我可是硕士学位毕业，还看不起人？切，我说的是情商。哎，在这地方，我问你，你情商算高的吗？啊，那是，跟你那温婉的依然妹妹比，我不算高。跟依然比，你还真是差点。人家依然啊，上上下下那都是一把手。用现在时髦的话，就是说上到厅堂，下到厨房，进可御姐，退可萝莉。哎呀，要夸人家当面夸去，人在我这费什么劲儿啊？哎，我警告你啊，我现在也是有男朋友的人了，我做什么我要考虑少宇的感受。什么个意思？想脚踏两条船啊？我骚扰你？哎，我什么时候骚扰你了？我把这话给你搁这儿啊，咱俩呀没戏。谁跟你有戏呀？上次不要脸我就没法说了，这次还来这说，有完没完呢？你这是？行行行，不争不争啊！干嘛？少宇，你这女朋友什么时候认识的？最近。在哪儿认识的？就这儿啊。就这儿？嗯。送货上门啊？是啊。说说呗。什么好说的？什么事儿都爱打听你。发现了吗？谭少宇跟依然俩人不一般。啊，吃醋了？哎呀，你放心放心，人俩第一次见面，放心。
么第一次见面啊？我敢跟你打赌，他们肯定不是第一次见面，以前肯定见过。哎，真想多了啊！我们家少宇不会跟你抢女朋友的，你就好好的在你们家依然妹妹面前好好表现啊！干嘛呀？来，蕾蕾，哎，我俩拍张照。好好好，看看电视，快点的，快点。以前一个样，还是脾气。哎，好久没见了，依然一块儿吧。啊，我不拍了，你们拍吧。一起吧。那咱俩拍。行。来，三二一，吃水果了。哎，吃水果。吃水果。来，喝水，喝水了。吃橘子。依然，吃水果。哎，喝不喝水啊？喝。喝杯水。冰的啊，还冰的那么多事儿，您凑合喝吧啊！来了，我服务你到位。天乐啊，跟我们说说呗，依然这么漂亮，怎么认识的？我俩认识比较有戏剧性啊。对，我的奶奶跟天乐的奶奶是好朋友。奶奶特别喜欢我，所以就安排我们俩住在一起了。哎，这我能作证啊，他俩在一块儿住挺长时间。依然跟我认识的一女人特别像，特别特别的像。哦，是吧？但估计性格肯定相差甚远。那个女人又狠又决绝，而且更可怕的是。特别的有心情。哟，听你这意思是被人伤得不轻啊，还记仇了还啊？那时候被他坑惨了。被人坑惨了？就你啊？不能够吧？像你这么高智商还能被人坑惨了？我觉得只有像我这种智商才有可能被别人坑了呢啊！所以天乐，你庆幸吧，依然不是那种女人。对，依然应该不是。不好意思啊，我头有些痛，上去吃个药啊。哎，他们先聊。哎，上一道，那个，你们家厕所在哪儿啊？快吧。啊。那什么，要不我给你包个橙子。嗯，那我去洗个手。哦。还有洗手间吗？啊，有，楼上有，还有洗手液都有。啊。你现在不觉着他们俩有事儿？但能有什么事儿呢？直觉告诉我，肯定不是什么好事儿。你这不没说吗？但我觉得吧。依然这个女孩子应该不简单，一般能藏住事儿的人都比较可怕，小心点啊！哎呦，这情商怎么还一下变高了呢？啊！刚才你发现了吗？谭少宇看依然的眼神有感情，非常强烈，绝对不是一般的事儿。
什么时候回来的？你说什么？我听不太懂。你什么时候回来的？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为什么回来？我想你是认错人了，谭先生。我再说一遍，你为什么回来？我再说一遍，你真的是认错人了。你刚才也说我只是跟他长得像而已。是，或许只是长得像而已吧。因为尚文芳呢，不会化如此淡雅的妆，不会穿如此优雅的裙子，把女性最美丽、最性感的线条，全都凸显在男人面前。哦，对了，她也不会用这种味道的洗发水，让男人闻了之后浮想联翩。你是林天乐最好的朋友，这种行为对于你谭总来说，实在是有点不太礼貌。没错，我是林天乐最好的朋友，所以尚文芳，你给我记住，有什么事找我谭少宇来，别去祸害我哥们儿，你听清楚。我想你真的是想多了。带相机了吗？啊啊，带了。干嘛呀？找机会拍出来看呢。哎，你俩偷偷摸摸说什么呢？大点声，一块聊。我们说这橘子还挺好吃的，要不然让他给你来一个。哎，行。好吃吗？好，好吃。来来来，来一个。谢谢啊。我希望我是想多了，我更希望我是认错人了。啊啊，那个蛋糕好了，吃蛋糕了。别送了，我们走了。嗯，招待不周，咱下次见。哎，你们帮我拿一下。哎，你们在前面等我，我方便一趟啊。这么多事儿，这前面什么事儿的？走了啊。嗯啊，拜拜。行，走了，收一个。拜拜拜拜拜拜。什么情况啊？掉坑里了？不是，那我怎么没事呢？嗯，要不你们先走吧，我在这儿等他。反正我们也不顺路。我陪你，我陪你。不懂事儿呢，二人世界。那我们走了啊！哎啊，拜拜啊，包。哎，现在就开始顾家了。走了啊，小心点啊！行的，有空来店里玩啊！拜拜。哎，这哥俩都走了，真不仗义！嘿，来来，把包给我。哎，走。哎，你觉得今天怎么样？咱演的没破绽吧？你是怎么想的？什么怎么想的？现在你的朋友都认为我是你的女朋友，你是怎么想的？咱们俩之间的关系，你是怎么考虑的？不是你突然间这么一说，我还不知道怎么回答你了。不是，你是不是晕了？咱们今天这，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的吗？你是不是不喜欢我呀？不喜欢啊。像你这样的女孩挺好的，谁会不喜欢呢？你真是这么想的？依然，你是不是走火入魔了？我开玩笑呢。啊，哎哎，
什么情况呀？你今天这出戏演给谁看的呀？哎，行了，别发呆，人都走光了。你喜欢林天乐是吧？谁说我喜欢林天乐了？再说我喜欢谁跟你有什么关系啊？我觉得你和依然有问题啊。跟你这种情商智商都低到极点的人，我真的懒得解释。哎，你才情商智商低到极点呢！无情。那个女人又狠又决绝，而且更可怕的是特别的有心机。因为尚文芳根本就不会化如此淡雅的妆，也不会穿如此优雅的裙子，把女性所有最美丽最性感的线条全都凸显在男人面前。这是我的女朋友梅兰妮，梅兰妮特别可爱，这是我喜欢她的原因。少爷，您介绍一下啊，这是我女朋友依然，这是我大学同学邵宇。你是林天乐最好的朋友，这种行为对于你谭总来说，实在是有点不太礼貌。少宇，你有什么理由解雇我？这事儿已经定了，我没有必要再向你解释，请你尽快去办离职手续。这件事儿，董事长知道吗？董事会同意吗？你真的愿意让董事会知道吗？啊？这件事儿，除了你我之外，但凡有一个人知道你假借其他公司的账目来转移公司资金的话，我想后果都是一样的，就是走司法程序。真的不想离开公司了，我真的错了，能原谅我吗？啊！有些事情呢，可以弥补；有些事做错了，永远都没有办法弥补。你自己想清楚。哎，少宇，少宇。谭总，预算的报告已经做好了，请您过目。把所有项目的预算再压缩一下，重新做一遍。可是现在已经是最低的预算了，还要重新做吗？我老板，你老板啊。好。还有，你跟天乐认识多久了？没有多久。你是真的喜欢他吗？我是他的女朋友，我当然喜欢他了。那你确定他真的喜欢你吗？我觉得喜欢可能不足以表达他对我的情感，应该是爱，他爱我。别因爱生恨就好。这个您多虑了，那我先去工作了。实在喝不下了，够吗？够了。我想起来了，上大学那会儿吧，有一次，我跟谭少宇，我们俩见义勇为，
勇斗小流氓，我都被人开了瓢了。你猜我们班主任和校长见我第一句话说什么？说什么？谭少宇没事吧？哼。第二句，谢天谢地，那孩子脑袋金贵。那肯定是你学习不好，张老师烦，怪谁呀？有你什么事儿啊？哎，我想知道啊，他有没有那种特丢人、特尴尬，说出来让人抓着小辫子，就是可以狠狠勒索他一把的事儿？你想干嘛呀？啊，我没有啊，我就是想好好的了解我们家少宇，更多方面、更深层的，啊，有没有？没有吧，不太可能啊。你想啊，这个别人在早恋的时候吧，他在读书，别人在读书的时候吧，他在做实验，别人考试作弊的时候吧，他托福都快考满分，对吧？别人待业了，他成了知名企业大老板，这都是历史大事件。野史呢，就是不断有各种美女投怀送抱，那不也是必然的吗？哎，他就没有被女人甩过，不要他？没有吧？不知道。不会吧？一点缺点都没有啊？反正我觉着吧，少宇哥是我见过的男人里边最完美的。人有弱点才可爱，绝对完美的人最讨厌。哎，我好像想起来了，上大二的时候，我们班有一班花喜欢谭少宇，追他追了整整一年呢。谭少宇死活就不同意，我们当时也都不知道为什么。后来毕业以后才听说，他那会儿跟一师姐好着呢。师姐？啊。哎，什么师姐啊？漂亮吗？后来呢？我不知道，我也没见过，我都是毕业以后听人说的。哎，不过我听说那师姐后来因为这事儿都休学了。休学了？啊，闹这么大呢？我怎么不知道这事儿啊？废话，你能知道吗？你小屁孩，那会儿你还没入学呢，你。你才小屁孩。我拍的都看了吧？不是，我回家翻里溜够，那相机里头什么都没有啊。怎么可能呢？真没有。我明明录了呀，会不会是被依然给删了？别，你别把人说的都那么黑暗行吗？我真拍了，你是没看见依然和谭少宇在走廊里偷偷摸摸的那样。那你说他俩能聊什么呢？啊，还在一偷偷摸摸的地儿。说不定人家是碰巧碰到一块儿了。不可能，他俩肯定有事儿，说不定就是谭少宇的问题。为什么是谭少宇的问题？我还觉得是依然的问题呢。怎么是依然的问题呢？我反正就觉得依然有问题。哎，我就不明白了，你现在怎么就死咬着依然不放的，弄得人家跟那苏联特工似的？我是为你好，他跟我有什么关系啊？为我哪门子好啊！再者说了啊，咱俩现在老见面，这不太合适。怎么了？什么不合适的呀？关系不合适啊！你想啊，你怎么着也是我哥们儿的女朋友吧？啊，让别人知道了，我老约我哥们儿女朋友出来，这肯定不合适。哎，先打住！闻着了吗？怎么那么酸呢？哪儿来的醋味儿啊？我吃那门醋，我是有依然的人。我反正我先声明，我只是借住在谭少宇家里，那房子也是暂时卖给他，以后我还要买回来的。反正你是住在一块儿的，朝夕相处，没说考虑考虑啊？你没事儿吧？你不会真把谭少宇那天说的当真了吧？我就是再没人要，我也不可能找一个一天只会板着脸沉醉在自己世界里的怪咖做男朋友的。没你说那么夸张，人谭少宇屁股后面小姑娘追的一大堆呢。怎么着，你是近水楼台先得月呀？这么说你和依然已经得月了呗？
别胡说啊，这可不能胡说，毁了人家女孩的清白。你刚刚那样说，还毁了我的清白呢。哎喂，依然。哎，天乐，你能帮我去接一下依恋吗？我在公司事情太多，走不开。哦，行，我知道了。你跟人再坐会儿，我有事儿先走了啊。哎，干嘛呀？还没说完呢都。我有急事儿，哪天再聊呗。什么急事儿啊？我得去接孩子去呢。哟，你们俩都有孩子了呀？那是依染的妹妹，叫依恋，现在在幼儿园呢。那孩子在幼儿园，你操什么心呀？孩子在老师手上，不比在你手上放心呀？我都答应人家了。啊，那一块儿。哎，跟你说件事儿啊，你每天这么晃荡着也不是个事儿啊，您是不是得找份工作呀？我什么都不会。不会可以学呀，那也别这么晃荡着呀。行了，别提，说着就烦。你这属于啊心理阴暗那种，就应该呢多去跟我们参加户外活动，多见见阳光。参加完户外活动呢，立马就不一样了。行了，这事儿啊就这么定了，走。真不高兴了呀！啊，谁惹你不高兴？你告诉我，谁让你不高兴了，咱就让他不高兴，好不好？有这么教孩子的吗？把人教成流氓了。哎，我问你，你是不是不喜欢他呀？啊，我就看出来了。你说，你怎么让我们依恋不高兴了？啊，人家这么讨厌你，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我不知道呀，我们不是第一次见面吗？明白了。肯定是因为我长得太漂亮，你嫉妒了，是不是？天乐，哎，你为什么接我迟到了？啊，我为什么呀？他就是因为这个老太婆吗？哎，咱不能叫人家老太婆，这样不好啊，咱叫阿姨。哎，姐姐啊，叫姐姐。老太婆了！哎呦，你看，怎么还真生气了呀？啊，你悄悄告诉我啊，你为什么不喜欢他呀？啊，你就是不喜欢他，咱也不能这么跟他说话呀。这么说话，他该不高兴了，他该伤心了，好不好？就算他长得老了点，哎，谁老了？我比你年轻多了，好不好？你好好看看，咱俩这长相明显差着辈分的嘛，是吧？还有，告诉你啊。永远都别跟孩子置气，跟孩子置气，你这智商从这儿吧唧就落到底了，知道吗？还有，告诉你，跟孩子置气永远都是你输啊！天乐，哎，他是谁呀？你怎么没和依然一起来接我？小朋友，小朋友，不许叫我老太婆，要叫我阿姨。哎，对，阿姨啊，姐姐。姐姐啊，知道了吗？你就是老太婆，丑八怪。啊，姐姐，不要老太婆。那个，依然，啊，对，接着了啊，那个我们马上到你那个楼下那咖啡厅，咱碰面啊。不许叫我。啊，好，挂了啊。老太婆，姐姐，老太婆。哎，行了，好了，不吵了，乖啊，那咱们去找依然去，好不好？谁说我老？你要不知道看的我还以为我是十八九嘞。对，你本来就十八九啊，别拿那照了，那把你照老喽。你根本就没有依然好看嘛，林天乐，你不许喜欢他。啊？我，哎呦，你这么小就知道听姐姐吃醋了。我告诉你，以后吃醋比较多。来了，来了，嗨，
梅小姐，你怎么也在呀？我今天跟天乐在一块儿，就一块儿去接了依恋。依恋，我今天加班没能准时去接你，不过好在有天乐跟这位姐姐，你是不是应该好好谢谢他们呀？嗯。嗯。天乐哥哥，谢谢你接我下幼儿园。嗯。哎，怎么就谢我一人啊？啊，人姐姐跟我一块儿接的，你怎么不谢她呀？对呀，我特地去接的你。我本来和天乐正在忙正事儿，一听你没人接，就赶紧跑过来了。你是不是要谢谢我呀？我要吃冰淇淋。依恋，真要吃啊？那走，帮你买去。来，那边。依恋挺可爱的啊。哎，不过我觉得呢。你看，小孩真的不能那么宠，他现在年龄还小，以后还要上中学、小学，这种脾气肯定得受人欺负的，是吧？哎，她是你亲妹妹吧？是啊。嗯，那你爸妈生你们年龄差的够远的呀？爸妈年龄也大了，也带不了他。你说你把他带出来，你还要拼事业，也管不了他，他也挺受罪的呀。哦，当然了，这跟我也没什么关系，我就是关心天乐。天乐平时也有自己的事儿，也不能随叫随到，你说对吧？对，以后我会跟天乐安排妥当时间的。好吃吗？天乐给我买的冰淇淋最好吃了。真会说话。嗯，你是不是个乖孩子啊？我是乖孩子呀，怎么了？那你以后可不可以别跟那个老太婆起来结婚了？人家不是老太婆，人家有名字，人家叫梅兰妮姐姐。哎，你告诉我，为什么管她叫老太婆呀？嗯，不喜欢。我只喜欢你和依然一起来接我。那我问你啊，那你是不是乖孩子呀？当然是啊。那我觉得啊，今天依恋呢做的不对，不能给人起外号，你不能叫人家老太婆，人喜欢你才跟我一块去接你的，是不是啊？所以待会儿我觉得你回去了，你得跟梅兰妮姐姐说声谢谢，行不行啊？刚才说了你是好孩子吗？嗯，好吧，那行，来拉钩，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啊！哟，还盖个章啊？行，好嘞，那咱一边吃一边往回走。行，走，这是乖孩子啊。嗯，不过我要是没记错的话，你应该是谭少宇的女朋友吧？对，那个。我只是出于关心天乐嘛，再说天乐也是少宇的朋友啊。不高兴了？我不高兴，为什么？因为你是林天乐的女朋友，我又这样关心天乐，所以你就觉得有点不高兴。我很理解你的担心，我也希望我们能成为朋友。天乐呢，他人好又很仗义，以后有什么事情还需要你们多帮忙呢。会的会的，我相信我们也能成为好朋友。我跟爱宝、雷雷他们相处的都很好。不过什么？不过谭少宇啊，就我男朋友，那天你见过的，他脾气有点怪，可能不太好相处，但是我相信只要你在他身上多花点心，你们俩一定能相处得很好的。啊，妈妈回来啦。回来啦。嗯，好吃吗？哎，我刚才跟你说什么来呢？你是不是得谢谢梅兰妮阿姨啊？嗯，谢谢姐姐今天来接我。哎，这就乖。哎，
然，你想吃什么呀？我给你点。时间也不早了，要不咱们回家吧？我们回家吧，好吗？嗯嗯，回家了。成，回家。来，我给你拿书包啊，咱们把书包背上，走吧。刚跟依然聊天，我觉得特别特别多疑点，咱得好好查查。知道了，低调啊，稍安勿躁。天乐，吃晚饭了。哎，依恋呢？他可能白天玩累了，这会儿睡着了，等他睡醒再吃吧。是玩挺疯的今天。你跟谭少宇的女朋友熟吗？不熟啊，怎么了？啊，我就是想跟你提个醒儿，别跟人家女朋友走那么近，省着别人说闲话。哦，你就为了跟我说这个？其实。那天咱们去谭少宇家，你同意让我做你女朋友，我还以为你是想借这个机会跟我表白呢，可能是我想多了吧。不过没关系，我不介意，你帮了我这么多，回报你是应该的。哎呀，这事儿算我没考虑周到，下不为例，对不住啊。不跟你说了啊！哎，听这动静，他应该出门了，我赶紧跟上去了啊！行，带上相机，要物证啊，物证。我知道。我已经跟到公司门口了，我用跟进去吗？跟进去呀、啊！还有啊，我告诉你，你们大学是在一起的，没有依然。啊！高中我也查了，也没有依然。依然没有出过国，那他和少宇就没有同学关系啊？人怎么认识的呀？行，我知道，我先挂了啊。找谭总的吗？我找谭少宇。啊，好的，帮你找先生。哎，别，那个，我找他没什么大事儿，想给他一惊喜，那个不用惊动他啊。哦，好，那要不您请便。哎，好嘞啊。
没有，你这儿景儿挺不错的，我取点景儿，以后万一拍什么片子，我来你这儿拍，挺好的。前台说你来了，找我干嘛？我找你吃个饭。走吧。走啊。鬼鬼祟祟。没有，就这儿景儿不错，挺好的。下午有会，吃多了的话犯困。哎，我发现你吧，有时候对自己啊挺狠的。哎，上大学的时候，我记得你一天背80个英语单词，一坚持就是4年。哦，还有一回，大二查出你什么腿上有那个软骨症是吧？带了一那叫什么来着，密不透风跟盔甲似的，整个一夏天24小时摘都没摘过。所以啊，这很多人都觉得我怪嘛，不好相处，不合群。但说到这儿，天乐，我挺感激你，这么多年一直做我朋友，就你受得了。至于爱宝这小子，在背后怎么说我、怎么想我，我全都知道。哎，他吧，就是性格比较直，但是真没把你当外人啊。这么多年了，谁不了解谁？没往心里去。没往心里去。哎，过生日时候为什么不叫我们呀？还让人家梅兰妮给你组。依然什么时候结婚？你跟依然什么时候认识的？这美兰妮吧，最近也挺怪，神神秘秘的，抓不着人，早出晚归。我就寻思着吧，是跟你走得挺近。大学毕业之后呢，你就出国了，这几年呢，咱也没联系。中间发生了什么事儿也没听你提过呀？不是，刚才呢，问你跟依然，我没别的意思，我就是想提个醒，你是快结婚的人，不能什么都想要，有时候想得到的太多吧，最后可能什么都没得到。我这么多年的经验告诉我，人得知足。你想从我这儿得到一个确定答案？公司下午有会，我先走，不等你吃饭啊。
我用了一天时间，冒着几次被敌人发现，甚至有可能牺牲的危险，我拍到了这些。都有什么呀？你好好看看呀！哎，在我拍的这段时间里面，谭兆宇一共看了1.16次，一染看了谭兆宇10次，平均每次都看好几回呢。够精确的啊！那当然了，对我来说这都小意思。你的意思就是说，平均每小时谭兆宇看依然2到3次，代表什么呀？哎，这不代表什么吗？准确来说，真的不代表什么。谭少宇看依然的时候，依然是不是都在动，都在工作？在生物界里面，动物对活的食物是有本能的注意的。哦，哥，你那么说，要是换我坐到依然那位上去，谭少宇也能看我好多次。啊，没准比这还多呢。照你这么分析的话，那俩人就没事儿呗。也不一定，你说一说还有什么别的发现吗？后来吧，我被发现了，但我假装啊，说是来找谭兆宇吃饭的。但吃饭的时候呢，聊了一些莫名其妙的东西，但是我总觉着啊，他好像在暗示我什么。说什么来着？说的都是胡说八道、乱七八糟的吧？哎，但是啊，我问他的问题，他都没答；他问我的问题呢，我也没答。但是问题的核心都是依然。我知道了，我知道他什么意思了。他的意思就是说，让你远离依然，然后珍惜我。嗨，什么乱七八糟都是。哎，怎么每次我分析问题的时候，您都带着强烈的自恋情节呢？什么自恋情节啊？我这是严肃客观的分析问题。那你说他什么意思？他要你珍惜谁？珍惜谁也不能珍惜你啊！哎呦。可别自作多情啊！开个玩笑，我还不惜的让你珍惜我呢。嘿，行。那是不是咱们俩的切入点有问题？啊？难不成就这么放弃了？你呀，让我好好想想啊。哎，你是不是该回去了？回去晚了，谭尚宇要把你解雇了，我告诉你，又无家可归了啊。那我先撤了啊。哎，好好想想。去那边忙吧，这我来就行了。哎，您好，我们这儿那新品呢，经典都在这上面呢，您随便点啊。哎，去哪儿啊，先生？今儿这儿不能坐了，等会儿有人包场，您要坐的话，只能去外边了。外边今天太热了。这不还有人吗？不，人还没到呢，到了马上就开始了。先生，不好意思啊，如果你要觉得外边特别热的话，你就只能考虑去其他地方了。抱歉啊。冰美式。Thank you.
他再待一会儿，可真中暑了。没事儿，没事儿，可开心呢，喝咖啡，晒太阳。那倪姐你不能不管吧，她在那条可待半天了。她静静挺好的。出去吧。你说你们俩一个在外面晒太阳，一个在屋里闷着，这都好几个钟头了。就不明白了，他弟为什么那么防着我呀？他怎么那么听他弟的话呀？这有些事儿啊，你得自己琢磨，不方便说。我只能帮你到这儿了啊。什么事儿啊？今天周末答应我什么来着？行了，知道知道啊，我换完衣服就过去。好啊，拜拜。我床头柜上的小铁盒呢？什么铁盒呀？小铁盒。什么样的铁盒？放这儿的铁盒呢？我不知道。你不知道？
这房间只有你和我能进来，你不知道？怎么就我能进来了？不能是贼偷的吗？那么宝贝干嘛不收好呀？这谁都能拿走，凭什么是我拿的？我不知道。明兰，你，我提醒你，这房子是我的，我只是看你可怜才让你暂时住在这儿。但自从我的同情心爆发的那一刻开始，你一颗安宁没给过我，所以，请你现在离开，现在。早上收拾屋子的时候，把它放在柜子里了，满意了吧？一大清早，喊什么呀？好心当做驴肝肺，外面人没有人理你，你活该！下午要开会，你先准备一下材料吧。啊，好的。骑这是什么？穿的这叫什么呀？怎么样，特好看吧？为今天准备的。好看什么呀？哎，咱这是环湖公路骑车，您骑这个穿这个不等于作死吗？你说这瞎嘚瑟什么？瞎臭美什么呢？怎么了？我就爱嘚瑟臭美，管得着吗你？管的就是你，要想跟我们骑这公路，骑我车。我才不要呢，那么难看，不骑。不骑是吧？不骑，不骑，那你回去吧。嘿，你有没有搞错啊？今天是你死乞白赖叫我过来的啊！你既然答应了参加这个活动，你就得遵守活动的规定。我给每个人发电邮件，说好了规章制度，您看了吗？啊，我让骑电来，您按点来了吗？我让骑什么车，您骑了吗？你看看人家，人穿什么装备，你穿什么装备？就不穿人家，你穿上我这样也行。你穿你这样，你说你干嘛来了你？烦不烦呀？更年期吧你。啊，行行行，你骑不骑吧？不骑。不骑你回去。回去就回去，我才不愿意跟你玩呢。你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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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大小姐脾气犯了吗？我就知道你骑不了一圈，骑这车来故意的吧？是不是？故意给我看的吧？你要说你骑不了一圈，你就认怂。扭什么呢？老太太扭秧歌呢，是不是觉得硌得慌啊？
明珠顾问是吧？啊，跟你说啊，有这种车，能不骑就不骑。这种车骑多了，人就变笨了。你看看我现在骑的，哎，骑这车连平衡都没有了。哎，趁着神志还清醒啊，赶紧回去把这车送人吧，货给别人去，要么就当二手车卖了。哎，等一下。哎，又干嘛呀？拖鞋干嘛呢？不嫌地下脏啊？不脏，还接地气儿。拿，帮我装着。哎，咱俩聊聊谭兆宇。你和他相处了这么长时间，你觉得他这人怎么样？咱们能不聊他吗？多扫兴啊！跟你说，韩少宇他就是一怪咖。就是早上我好心好意给他打扫房间，结果只不过就把他一个小盒子稍微挪了一下位置，他倒好自己没找着，都炸了，跟我嚷嚷，多大点事儿啊！你找不着好好问我不行呀、啊？服了他了，再也受不了他了，讨厌！哎，他那人吧，就那样。你心里呢，不知道藏着什么底线呀、啊、原则什么的，不知道你哪天触动他哪根底线、哪个原则，就给你炸了窝了。习惯啊，习惯就好。还习惯？谁习惯得了他呀？习惯他，我都被气死了。行行行，不生气不生气，聊点别的，聊点别的行了吗？哎呀，不过说真的，今天还是我们家出事以来我真正开心的一天。空气还挺好的，没错，没蒙你吧？嗯，其实，在这座城市里，像这么安静的地方已经不多了。有的时候心情不好，就骑着单车，绕着这湖啊转上一圈，真的，心里甭管有什么不开心的事儿，一下就都过去了。是挺开阔的，嗯，心情一下就好起来了。决定了，我要赶紧去找工作。啊？什么？找工作呀？你有合适的也赶紧通知我。我要尽早自立。哟，什么时候变得上进了？以前特爱穿高跟鞋，但其实没什么用，也挺累的。现在真把这鞋脱了吧，才知道照照地气儿是什么感觉。这我要不找你吧，你肯定不会来找我。什么意思呀、啊？好好交代吧。这一天都干嘛了？把我女朋友拐哪儿去了？哎呦，您这说的是哪个女朋友啊？别装傻，就那一个，就是那个今儿跟你在一起待了一天那女孩。哎，我今天是组织这户外活动，叫她来一起参加，又不是我们俩人，还整个一车队呢。真没事儿？真没事儿。你什么人？我知道。我今儿找你来呢，其实就是给我俩当一个和事佬。啊，他今天跟我说了，你们俩是怎么着？吵架了？你看，还是跟你关系很近嘛，什么都告诉你。是啊，吵架了，这跟我杠上了，也不理我，而且走那架势吧，感觉像是要离家出走。人家是一女孩，真要是离家出走了，出点什么事儿，你是不是得对人负责任啊？啊，我觉得这事儿啊。你还得跟人当时呀当面沟通啊，人家肯定是嫌你管事管多了呗，干涉人自由了。你呀、啊、别老拿你那套豪门深宅的规矩要求人家，那毕竟以前那地方是人家自己家啊。行了，这事儿要不这么着，我做个主，把你俩呢约出来，我跟你们调节调节，好不好？听你安排吧。啊，
对了，你这跟依然怎么样？挺好的。哦，我就在想，实在不行你就把依然也就带出来，咱四个一起吃个饭呗。有女孩在，咱沟通也顺畅一点，否则咱们两个男人之间跟她在那儿没有默契的话，谈崩了怎么办？你说把依然也叫来？对啊。那俩女孩，那调节这种事儿让女孩来不合适吧？有什么不合适？他俩之间有什么事儿啊？他俩之间倒没什么事儿，就是……哎呀，你就别就是支支吾吾的，给个痛快话行不行？方不方便？行，方便。你想叫我就帮你叫他呗。说吧，找北小姐出来什么事儿啊？我就想问问你，你跟少宇吵架都吵到一什么程度啊？也没听你说有多严重啊？怎么少宇跟我说你还要从家里搬出去啊？为了说他是吧？那行，咱俩没话，我先撤了。哎，别，人家少宇呢，专门来找我说你俩吵架了，让我呢给调解调解。本来说都挺好的，突然间跟我说呢，让依然也来，我就有点蒙圈了。你是说一会儿他们俩一块儿来？啊！哎呦，林先生，那你心够宽的呀，女朋友让别人带过来啊？能不能别有一搭没一搭的说呀？好了，开个玩笑，咱俩都是看戏的。我不觉着你开玩笑，我觉着人谭少宇没准就是认真的想把你哄回去呢，是吧？我觉着你呢也别跟他闹别扭了，人谭少宇挺优秀的，我觉着你俩就这么幸福的生活下去吧，挺好的。看着我，干嘛呀？看着我眼睛啊！我看着呢。我眼睛看到的，就是我想要的幸福。你这干嘛呀？天空很蓝，世界好大。爱是否会悄悄消散？你是否感受到我为爱发狂？坚持多久才能靠岸？保持沉默，试着洒脱，是我唯一对自己的把握。像一只发了疯扑火的飞蛾，坚持着信仰的执着。至少我还能追